动的时候。我们还等大师兄吗？天启等了。哇，萧瑟，你这宅子也太豪华了吧！这块地皮可以买下一座城池了。不不不，两座。夸张了，区区一个小宅子吧。哎，萧瑟，为什么你的王府都要叫雪落山庄啊？门前观雪落，门后看镜湖。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极尽风雅，这样多好听。况且这不是我的王府，我不喜欢住在王府，比较喜欢这儿。公子，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几年在外面受苦了吧？不苦，倒是徐伯受苦了吧？胡说，这天气城谁敢欺负我们呢？也是，天启城谁敢欺负我们？这两位是啊，这两位是我朋友，司空千路、雷无邪。见过二位，徐伯，徐伯，徐伯，带他们二人去休息。是，公子，二位请。大小姐，萧公子，雷公子，有大师兄消息了吗？大师兄他迎战暗河，已经牺牲了。胡说八道！你亲眼看见的吗？就说大师兄死了，尸体已被唐门接回，我亲眼所见。你肯定是看错了，快快快给我滚！萧瑟，快派人去唐门问问清楚，或许真的是看错了。门主说，大师兄生当尽职，死亦无憾，还请大家切莫悲伤，需以大局为重。怎么死的？大师兄喝了七盏星夜酒，力竭而亡。何人所杀？暗河谢家家主谢七刀，还有21名杀手。大师兄凭一己之力，与他们同归于尽。你怎么还没睡？你不是也没睡吗？我梦见大师兄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什么也没说，就是冲我笑。我跟他说，我们都好想他，都在等他回来，他就点点头，然后转身走了。我一急就醒了，其实只要我们一直想着他，他就不算走，一直都走。
听说不久前下了场大雪，城外不少农户都遭了殃，有流民聚于城南，拿一箱银子。 去赈灾。哎呦，是，城北有一家赌房，花钱设局引人家破，还跟官府勾结，瞒天过海。梁管家，这家赌房是黎家所有吧？是的。正好，黎家欠咱们穆家5000两白银，就拿。 那赌房抵债吧，关了它。遵命。还有我城西自家的春风楼，开百家饭，宴全城百姓，替永安王所请。得令。